台湾大宽屏永嘉乐有线电视为了回馈客户，先前举办108年金猪报喜感恩大乐透抽奖活动，而抽奖结果出炉，前三奖的得奖者近日陆续来到永嘉乐的柜台来领奖，而对于得奖都表示非常的惊讶，也很感谢永嘉乐有线电视。台湾大宽屏永嘉乐有线电视为回馈客户，先前举办108年度金猪报喜感恩大乐透抽奖活动，抽奖结果出炉，前三奖的得奖者近日陆续的来到永嘉乐柜台领奖，其中头奖机车得主获致得奖，完全不敢相信。我打给你，你会觉得是诈骗？哎呦，那个直觉就是诈骗。对啊，不过这是真的啦，因为我们每年都大概会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来回馈我们的用户，这样子。哎呀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我以为是诈骗集团。诈骗集团啊 ？OK， 经过什么之后验证了？有了，我查那官网。查官网是不是？心情哦，好像为什么是我中奖，我也搞不清楚我会中，太幸运了。几乎每位得奖者接到电话，第一反应就是诈骗。但本台永嘉乐有线电视可是来真的，在请客户填写领奖资料之后，就马上把奖品送给客户。谢谢你们公司办这个活动啊！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！不会。谢谢永嘉乐，让我有机会得到奖，太高兴了。以后会继续支持我们吗？哦，支持哦，一直以来都支持的。你也想要中大奖吗？赶快申办永嘉乐有线电视宽屏或者数位电视，就能成为本台客户，说不定下个机车得主就是你。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。